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为大家介绍《感应篇》。这一篇全文呢，虽然不长，只有1000多字。这个段落呢，我们依据《感应篇》汇编，来介绍的，它几乎是每一句都有很详细的注解、引证，是难得的一部好书。我每一次跟诸位报告，这个数字就是汇编里面所编的这个顺序。第22段，经故续卦，敬老怀忧，这8个字。过去我介绍的时候，曾经编了一个扩判，前面正己化人，这是化他。化他里面头一句是总说，正己化人是总说。那么往下呢，这在详细列出空。那么22段，这是行人，也就是说仁慈仁爱如何落实。这里面引用古人施政，说文王之政不过曰：哀此迥读，言语很简单，真正符合中国古时候的要求，简要详明。这4个字就将周文王治国的理念目的完全说出来了，怜悯这些孤寡老幼，使他们都能够免除一些忧患苦难，颐养天年。这是仁政，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能够行仁政，这就是圣王。由此类推，地方的官员也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推行仁政。在我们佛法里面，世尊教导
从政的工作人士。佛经里面有一部《人王护国经》，这个在《般若部》里面，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过去我们也曾经讲过，介绍过。这个治理国家，领导群众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？佛也是把怜悯、救济这些鳏寡孤独、老弱残障、没有人照顾的，要特别加以怜爱，特别去照顾他们。那么在现在呢，我们称为社会福利事业、老人福利事业。每个国家、每个地区都很认真地在推行。这些都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。接着他说，夫子之志亦不过说老安少怀。孔夫子是我们东方大教育家，他教人什么呢？也是教人这种事情。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，都教导我们这段事啊。尤其是佛法里面讲因果，我们不尊敬老人，不爱护老人，不照顾老人，试问问我们自己会不会老呢？我们自己老了，很希望有年轻人照顾啊，有一般人尊重啊。佛常常在经论上教导我们深信因果，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长啊。我们要能够深深的体会，所以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，照顾别人就是照顾自己。在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真诚心，这个就是菩萨道。佛在经论里面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、六个原则，在佛经的名词称为六波罗蜜。一般在讲经只是把这六个名相啊粗描淡写一下就过去了，
让听的人听起来似是而非，好像懂了，其实一点也不懂。这六个纲领说不尽的，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天天讲，由此可知它的意义深广。尤其重要的要落实啊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对于这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，我们要特别关怀他，关怀是布施，爱心的布施，慈悲心的布施，布施爱心，布施慈悲心，布施真诚心，布施清净心，这一类的布施很少人说，只知道看到他们有衣服穿，我们去买几件衣服送他，他们有吃的东西，我们送他一点粮食，没有付出真诚的爱心。这个功德做的就不圆满了，不但是不圆满，实在讲没有功德。他所做的是属于福德，福德还不是圆满的福德。圆满的福德里头是有真诚的爱心的。真正的这个布施、照顾、慈悲救济，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难？我们学佛的人清楚明了啊，人到这个世间来是两种业力，一种是引业，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、来投胎的，这是五戒啊。过去生中啊，五戒持得不错啊，我们凭这个得人生呢。虽得人生，每个人一生果报不相同，果报是属于满业，圆满的满啊，满业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。我们这一生容貌身体健康状况，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种种条件的不同，是属于满业。那么这些鳏寡孤独，他们的影业跟我们相同，都得了人生呢，满业不一样啊。这个佛在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。他贫穷，没有财富，什么原因？没有修财布施，兼贪吝啬所以受贫穷的果报。
他没有智慧，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，是前生没有修法布施，身体不好，不健康，多病，没有修无微布施。我们从果要看到因呐，从他现在所造作，他的思想言行造作，那现在在造因，我们就知道他将来的果报。这个道理说深很深，说浅呢也很浅。前的道理与事实我们有能力觉察得到，深一层的更深的那些道理事实，我们初学的人体会不到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六道十法界乃至于佛法讲的一真法界，都离不开因果。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离不开因果的定律。我们要讲想自己生活得很健康很美满，你要修因呐。帮助别人应该以什么为主呢？帮助他开智慧，要以这个为主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救护啊。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，永脱轮回，不再搞这些生死麻烦了，你是真的救济他了。不是缺衣送衣服给他穿，缺食送食物给他，你救他一时，你救不了永久啊！你帮助他这一生呢，他来生怎么办呢？佛菩萨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呢，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佛家的教学是教人明了因缘果报，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因缘造成的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修正来改善，这是真正的救济。不了解因缘果报的理论与事实，断卧修善他很难做到。不要说我们劝别人，人家不容易做啊，我们自己这发心出家了，穿上出家人的衣服了，我们有没有天天认真在做断卧修善？没有啊，卧习气还是天天在增长，
没有减轻。什么原因呢？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，所以学佛不是个容易事情。我学佛在一般人讲很幸运，缘殊胜，遇到的缘好。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的长者，朱金洲老居士，我那个时候是26岁，他老人家大概是70岁，70岁71岁的样子。他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年，他送我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我学佛第一步念的就是《了凡四训》。从这里下手好啊，这是从因果下手啊。我念了几十遍了，深信不疑。从深信因果上扎根，然后就晓得啊，毛病习气要改正，要断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能够把这些毛病习气彻底改过来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了凡四训的落实就是感应品。云谷禅师送给了凡先生的功过歌，功过歌以什么来定的呢？以感应品定的。所以感应篇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因缘果报的落实啊。我们在四训里面看到，他在宝坻做县长的时候，推行的是仁政呢，就是此地所讲的。自己生活特别节俭，以他的俸禄来帮助这些孤寡贫穷，收养这些孤儿，天资聪明的请老师来教导他，禀赋迟钝的帮助他们学一些技能，使他长大的时候有一技之长，可以谋生，可以独立，这才是真正的救济。
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，他们所做的布施，纯粹的是法布施。普贤行愿品，诸位都念过，金刚经大家也念得很熟，佛讲交粮布施，财布施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都不如经中四句偈布施的功德大。那什么道理？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，只不过养生命而已啊，与慧命不相干呐。养生命，你得一生丰衣足食，物质上的享受，你只能得到这些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佛经的四句偈，你要真正明了，真正通达了，的确转境界，确确实实可以帮助你超凡入圣，永脱生死轮回。这大布施怎么能比得上？我们今天学佛，现在诸位同修都知道这个世间有灾难。昨天还有人问我，问我这个灾难是真的吗？有没有方法避免呢？方法有，太多了，可以完全不受这灾难的。什么方法呢？提升自己境界，你就不受了。你现在在人间要受灾难，如果境界一提升到天界了，这灾难与你不相干了。如果再提升到阿罗汉的境界，辟支佛的境界，菩萨的境界，你就有能力救苦救难。你怎么会受这个灾难？所以我说，我们生在这个世界，对我们修行人来讲，未尝不是好事啊。没有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还因循苟且，还想着，今天过了还有明天，今年过了还有明年，慢慢来嘛。现在遇到这个事情，知道不积极努认真努力不行啊，这个属于逆增上缘的，能够把我们的境界在短时间的加速度的向上提升，这是好事情。那我们想提升升不上去啊，升不上去原因在哪里呢？执着放不下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这个东西是累赘。如果能把这些东西放下，提升不难的，难在你不肯放下自私自利，不肯放下坚固的我执。这种坚固的执着就像冰一样冰冻啊。中国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。我们现在那个坚固这个执着
是无量劫来的冰冻。我们都知道，冰冻不是真的，遇到暖气它就化解了吧？暖气是什么？智慧呀，智慧一开就化解了。今天大家坚固的执着，使你智慧不开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的是，看破是智慧，放下是功夫。没有智慧，你决定放不下。但是放下帮助你开智慧，智慧有帮助你放下。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菩萨道里面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他们用的什么方法？就是这么个方法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真干。我知道多少，我就做多少。当你做到的时候，你智慧又开了。智慧开了，又可以多做到一份。这两个方法永远在轮转的，在相辅相成。把我们境界往上提升了。不肯放下是最糟糕的事情啊。纵有智慧，你的智慧停在这个地方，不会再向上提升了。因此不断地放下，你也就会不断地增长智慧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。我们今天在社会上，这个世间苦人多啊。古时候啊，人家有两句话说，岁时春日少啊。在一年当中好风光的日子不多啊。世间苦人多，我们要想想啊，他受苦跟自己受苦没有两样。我们看到他受苦，就想到我们也有像他那种日子啊。过去有，将来还有。我们在过这个日子，祈求别人帮助，祈求别人怜悯。我们今天看到了，如果不生怜悯心，不生帮助的念头，我们受苦受难也没有人理会。这一定的道理。谁遇到世间苦难人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不分恩怨，一律平等，尽心尽力伸出援手去帮助。这是你真正的觉悟了，你真正明白了，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